是喜欢吃辣椒，我今天特别带三个魔鬼椒来请你吃。然后他说啊，不然先进来讲好了。然后我就拿给他吃嘛，他第一颗就不吃，他就丢到地上啊。所以我生气，我才先扒他巴掌，打一两下警察就来了，因为我们上来的时候警卫同一时间报警啊。那你进去他家的时候，你觉得这个霸王哥是有悔意的吗？他因为他今天出来的意思是说，他是因为有悔意，所以才开门让你们进去。那你进去看到他之后，你觉得他是真的像他说的，他是有悔意的吗？第一时间感觉不出来，因为他还有跟我说是他们家里面的事，说有一些前因后果，他有跟我狡辩一些。对，是后来我听不下去，我才打他的。